北市知名庙宇春节活动看这里，祈福兼走春最合适。明天就是除夕，一连六天的春节假期来喽！大过年别一直待在家里发懒，趁着连假好天气，出去走春一下最适合。住在台北的朋友们，苹果帮你整理了几个知名庙宇新春活动，趁着春节多去接近神明，来年肯定开运又能发大财哦！每年除夕夜，台北大龙洞保安宫在晚上11点会开始敲钟，并且抽出国运签。去年就抽出一支中上签，有兴趣的民众吃完年夜饭可以去保安宫上香祈福，也来看看新的一年国家的运势会不会更好。而蒙甲龙山寺从除夕晚间9点开始，在庙前城悬挂2盏大灯，让民众钻过灯下祈求神明庇佑，来年诸事顺利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4月4日，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来求个好运。当然啦，新年一定要领到红包才喜气洋洋。台湾省城隍庙在大年初一上午10点举办新春团拜后，会发放1500个百元红包。大年初五上午9点，松山霞海城隍庙也会发放20000个10元发财金。想沾沾喜气领神明红包的民众，手脚要快一点。松山慈惠堂则从除夕夜晚间11点开始，发放888元借财金3600个。做生意的朋友不可错过哦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